这个七的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你将来要追踪，那追踪的部分哦，特别是你可以先实际上让它跑一下。一般是什么 ？Control 键 ，Control 就是这个 range 的边界。那如果你 Control 向右，它会跑到 G2， 有没有？向下有没有是 G7？ 向左有没有？你会发现上下左右 ，Control 键按住之后的话，有没有？它会自动帮你跑到某一个范围的某个边界。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原理，假设我今天游标放在 B2 好了 ，Control 向下，它会追踪到有没有游标就停在这里。那实际上是第几列呢？第七列。那如果说你要取得这个列数的话，叙述的方式这个写法我再讲一下，其实就是游标放在 B2 你就打一个 range 指的就是哪个范围。那如果你给一个固定的位置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储存格，这里不要打 range 刮弧，然后记得里面一定是用字串，所以呢这边是给 B2 好了，好，然后点下去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提示嘛，对不对？提示的清单，那你打个一，它就会有一个 end 啦 ，end。我习惯是点它两下，或按空白键，好，然后前刮弧，它会出现上下左右。那因为我今天需要抓到的是，向下嘛，所以这个会出现 XL down， 所以你也可以游标把它点两下，再后刮弧，它就会告这个意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从那个 range B2 就是储存格的 B2 向下追踪到，所以它如果你执行到这一行，它会向下跑，但是我们不是要让它向下跑，而是向下跑之后，我需要知道它最后是停在哪一列。所以后面记得你要再点怎么了？点 row。这个部分是指的就是你向下跑之后呢，它到底停在哪一个列 ？OK，row 点 row 的话指的是哪一列？所以呢，它会回来告诉我这个停在哪一列呢？所以这个叙述这一行其实等于是会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是它往下跑，第一个动作。指的是前面这个点肉的话，指的是什么？这个七告诉我，所以呢七呢会怎么样抓过来之后呢放到这边，所以最后这边就是变成七了，2到7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将来这个资料假如会一直增加的话，不见得一定是七，它会一直往下看你最后一列会在哪里，那这样会比较 OK。那这个地方还要注意一点的，就说有同学说老师，那为什么 A 栏Ctrl 向下它不会跑到正确的位置？因为这个是一个说明，所以通常呢，如果你将来遇到这样的状况，请你怎么样按右键插入什么一个空白列，然后呢把这个整列怎么样向下移动一下，也就是说呢你将来尽量你的资料跟你的说明不要连在一起。OK， 这样就正确了。因为同学说，老师，那这个往下奇怪就错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不要连一起就 OK 了。所以特别注意如果将来你要追踪到指定的方向的最下面一列的话，那 OK， 用这个方式。那同样的方法以后也有可能一种状况，如果你今天要追踪什么，我到底有几栏呢？有没有？那我们可不可以同理可证，游标放 A2 向右追踪到这个储存格一样嘛？其实你可以把 end 后面 XL down 改成什么 XL 什么的 to right 向右，那回来的话呢不是 row 而是哪一栏，它会告诉你哪一栏。不过回来的部分呢，它不会告诉你是 G 它会告诉你的是多少，就用数字告诉你，所以它回来也是7，然后 F6 7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借由什么？借由这个 end 这个属性去抓到边界。那一般我想试算表里面呢，最基本的单位就范围。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抓到我们需要的范围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是同学问到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常遇到的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？我不是按按钮我是要插入自定，有没有？使用者自定。那这个不是里面内嵌的类别，而是我自己定义出来的。会需要有一个乘积函数，按确定，然后给一个乘积，确定之后它回来给我一个什么合格跟不合格。